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得过一息安静。有这么多兄弟，哪天你们超过我了，或者更得父亲赏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坐立不稳，总是在害怕，会不会让父亲失望？可是一个三十而立之人，岂能每天只能察言观色？既然说我德不配位，就别说那些都是我的。只要我做一点点错事，就捧出一个你来，硬生生夺走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过我也告诉你，在这禁锢之中，只要你得逞片刻欢愉，就会有永世不灭的悲哀。你呀，终归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登高之人，就该有跌重的准备。主上赐酒给二少主。这是父亲的意思。